先用孩子喝过的咳嗽糖浆瓶盖画个圆，再画个半圆画出头，再用两个小半圆画出眼睛，两条弧线画出触角，把头涂成黑色，弧线分出两个翅膀，中间点上一个点，两边各点上三个点，注意排列，不要画得太直。再画出六条腿，四条向前，两条向后。用红色涂背部的颜色，马上就要画完了，喜欢就点个关注吧。在评论区留言你想看的动物我来画，你要是喜欢了就用你那爪子点点小红心。你学废了吗？